那个旁边那个牛给拉一下，就那个，牛，就那个金牛，鹰牛给拉。好你了现在好了，听得见我可以说话听了见你。吗？我们两个的背景好像啊，我颜现在色看一你有样。延迟，哎，你的声画不同步，是我的网的问题还是你的网的问题啊？感觉要不要？你现在看我是说你话也卡不吗？同步。怎么办？不同步哎。骗你的，骗真的假的？真不同步啊？同假步不同吗？步？啊，同步了，骗同步你了，的，同步了，同步的。同步了，同步了，同步了。OK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吃饭了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在逗我？你在听不听得见？你是在演卡住是吗？你在演卡住是不是？好笑，你还喉是演结卡动住了，啊？你比我多一个部位，你不知道对不吗？起，喉结动了呀，空刚气动刚。了，背景动了，好吗？对，还可以，好原热。来还可以这样子讲。你这穿的还挺正式啊，搞得我好感觉我是不是得穿个西装打个领带我才搞得更有精神？我专门换了衣服。我刚刚今天我不是在我在外面旅游嘛，我今天穿的是那个，是那个。啊，行吧，行，可以，好，停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环节，好吧？看到没有？我们今天任务很艰巨的，好吧？我们要把这些一来二的给搞定的，好吧？好吧，让我好俩嘞，聊一开下，始。聊一下今天的环节。不行，你还是先得把现在第一个问题回答我。你刚刚吃饭了没有？搞得我心情不好。没有吃饭。OK，你是不是美冠美颜呢？你别管我了，我美颜就是开到最大，我这个人就是开到最大。哦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不好。那个，哎，对了，亲爱的陈少少女士，今天没怎么那听直播个最了，近互联网上有很多人，什么啊？你说，你怎么念个我词儿都说。磕磕巴巴的？赶紧的，把词儿念完。哎呦，不是，说是可可说，互联网上现在有很多人都说你自己是互联网鸟妈，那个争先恐后的认鸟鸟当做女儿，然后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我也是互联网鸟妈，我也是，Me too。这是个你为什么是采互联访网鸟环妈？节是吗？但是不，上面就我上没面有写单着子嘛，证上面明。写着说让我们。聊一下近期的内容，对，因为他们不把这聊个艰各的巨吧，任务交给我了，他也可听不能，见我说。对，可能也是，我们俩我听得见你延说的，迟真的好厉害哦！啊，我还以为是你的，听不这见样我子，说你话给我个机会，我调整一下网络。你用的是 WiFi，连的是酒店的 WiFi 是吗？酒店的 WiFi 怎么可能行呢？等一下，我给你机会。我等一下。你这个不是装的卡住吧？现在，哈哈哈哈，怎刚么刚可能？在，哎，现在好了吗？现在好了吗？好了，很好。好，还是没不好。行吗？好呀，你现在听听得得见很我说好，我话听得吗？到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轮流报数，然后呢，从一开始报，每次遇到零、八、一、三这几个数字的时候，都需要说出一件拍摄现场好玩的事情。你有 get 到这好的。个规则吗？我有 get 到，我行，刚那我刚先开跟始了。工作人员试完了一下。啊，你已经，那你说你没有这单子，你这属于，对吧？提前预习了是吗？昨天晚上就开始背了。可以，我感觉我现在哎感觉，呀，说实话，我感觉有点回到了就是
零几年的时候跟同学打 QQ 视频的那个时候，就是延迟至少得要40秒以上呢，说一句话对方反应好久才能反应回来。行，好，那我先开始。零，我先说一个，就是我想起那个时候每天最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最欢乐的事情，就是看每天现场费导在那里讲戏，因为每次费导讲戏就可以一个人把一台戏都演完，他演我也可以演你，也可以演所有人，然后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好玩。但是啊，更好玩的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幸灾乐祸啊，就是我们俩现在在这开开心心的啊，就是有模有样的，就是光鲜亮丽的直播，但他现在依然愁眉苦展啊，灰头土脸的在机房里面，依然艰苦的坚守在后期的机房里面做我们《星汉灿烂》和我们第二部《月升沧海》的后期。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此举很高兴，很有意思。对，对对对，嗯，好，到你，一。喂，我一嘛一嘛，对对对，没0813。好，我的趣事，我的趣事就是，剧组里不是有很多马嘛，然后他们表情很多，然后我们经常在现场学马，就是看到一匹马，然后学他们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些马嘴里感觉在说话，一勒缰绳的时候，那马都会。没有对吧？就是你这样，然后就发出抗拒的声音。对，然后那个表情，哎，你会学马叫吗？骂骂咧咧，啊啊！你会学马叫吗？会啊。你学一个来，你就学的没有我像，我给你来一个啊。像吗？像还是不像？哦，除了马，我其他都会学，哦，其他都很像。我可以学那个，我学那个是什么？算了，没有。那个驴骡子，骡驴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卡住了。卡住了，这么精彩的表演卡住了，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哎，我们用流量吧，要就两个信号，他让我切换流量，我试试好不好？试一下，我试一下，网络良好，人家你真的抠得很。喂，我现在直接就是可以是个黑屏的状态。卡吗？怎么好卡哦？喂，啊，我卡。哎呀，我觉得是我这个，等一下啊，我拿我的手机给这个手机开个热点，这样就好了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马上。有没有？他卡住了，我没有卡住。那我就为大家上一段才艺。啊！对不起，太卡了，因为信号不好。他估计也是信号不好。我们都信号不太好，天气太热了嘛，信号总是会就是有点卡顿，理解一下 ，sorry。还没回来啊？就我自己了，我没卡呀。那我能干点什么呢？
我也有一个单子啊，要不然咱们就是自己 Q 自己，我来了，把这个流程继续。哦，你来了，我来了，哪里啊？哎、你不要拿单子了，我拿单子了。哎、你现在网络连好了吗？我也拿单子了，我也拿单子。啊？现在听得见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现在好多了。是吧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反正我看你还是一卡一卡的。好多了吗？听得见吗 ？OK， 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那继续讲吧。二，哎，句式啊，就是在剧组，哎，蕾蕾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一块吧？哎呦，在哪？我哎呀，这看不见，不好意思啊，磨皮太重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看不见我这块疤，磨皮太重了，这有块疤。就是，我从来不留疤，但就只有这一块疤，你记得吗？就是那一次，就是你穿盔甲，然后我冲上来抱你，哦，我记得了，我记得了，我记得了。然后那天不是割破了吗？我记得了，我记起来了，我记起来了。我身上所有的疤都会好，哦、就除了这个疤，现在是有一个疤，还有一个疤，就这个，我觉得哎呀还挺有意思，嗯，能看到吧？看不到，不好意思，美颜太重了，这个、美颜太重了，但是我是不会关美颜的。这个其实不太好。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是因为就是林不疑的盔甲上面有很多那种铁皮子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各种那种铁愣愣。然后有一次我们拍，应该是金金屌屌嘞，金金屌屌嘞，老师。对，都是嘛。然后他过来，露丝过来，应该是干嘛？过来抱我，还是过来，还是咱俩干啥来着？反正你的手就刮到了铁皮上，然后还刮破了。身上。嗯，对，就是掉在你身上的时候划破。对，这个应该就是不对劲，就不好啊。我们下次应该还是要注意一点，把这些那衣服上的一些棱角都给它。对，行了，我们继续吧。三，哎，不是四，我是四。五。六。五。六。七。七。七，我想想看啊，想想看啊，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给费导敲锣打鼓过生日那一次？哦，送锦旗。那个成片发，那个成片发了吗？发了吧，费导过生日了，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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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发了吗？我咋没有印象？应该没有发吧。我查一下，费发了，翔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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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了。那我可能没看见。那我待会儿去补习一下。我记得那个，有一次就是我们费导过生日，然后我们一群演员在那个现场给他敲锣打鼓过生日，然后那个视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应该在就是有某一年的费导的生日会上放，那个很适合。OK， 到你、那天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们演员很多。对，而且那天开心，你那天是不是戏还不多？因为那天在拍我家，拍我府上。我那天戏多啊，你忘了吗？晚上我救你啊。不是吧？那天是拍的是我府上，但是那是林府。那天就是拍你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啊！记性这么好，拍你不要不要，危险危险危险！那个危险危险、啊！懂了懂了，那个懂了，就那个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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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个那个懂了懂了啊！好，下一个下一个，那个十哎十算不算？十不算吧？十是不到十一到你了。没有啊，只是算的算的算的，快说吧，又是你十也算，对啊，十也算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星汉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就是那次，你记得有一次我跟费导在那个房车底下做烧烤，
然后你坚持了晚上睡觉，你没有下来品尝我那个烧烤。没有啊，你忘记了吗？你忘记了吗？你给我送了几串呀？啊，你给我送了几串呀？那你吃到了吗？你忘了吗？我不知道你吃没吃。我吃了，不是那个肉串肉一块一坨肉，然后一个彩椒，然后一坨肉吗？对不对？嗯。哎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说实话，吃了有一说一，评价一下。有一说一，我觉得味道不错，我觉得我不错，就是多多少少没太熟嘛，味道不错的。怎么可能没太熟？肯定熟了，控制好火候的。没熟了。所有人除了我以外都是熟了，我以外都拉肚子，但不好意思说。味道也拉了。我们没啊，没有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没有啊，你拉肚子了？这个直播的信号好炸啊！什么？要不打电话说吧？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两个地理位置距离太远了？然后，那就到你了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一有的吗？十都有的，十一怎么不算有呢？谁是十一啊？没有了。你是十一。十一是谁呀、啊？哪有十一这个数字？是你，哪有十一这个名字呢？哦吼，他卡住了吗？是吗？他是不是看不见我？他看不见我。看不见我吗？是吗？刚刚在模仿你卡住的那表情。哦，又卡住了。别直播了吧！你卡了。到底是谁卡？你卡了。到底是谁卡？是我卡还是他卡还是都卡？究竟是什么问题？都卡。办呀，打电话说吧，发信息吧，要不然大家就是录屏给大家看看。我这边完全一个评论都看不见，卡的。我再看一下个推卡住了。哦，卡住了。现在好一点吗？我们得赶紧在八点钟之前结束这场直播，因为八点钟要去追剧了，不能好一点吗？但我现在看到思考在一个非常嗨有点慌张，他这个表情有点慌张，有一点不知所措。哎，我能看一下直播间吗？磊磊，磊磊，啊，磊，哎，为什么我这边看不见他呀？那怎么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设备功能性不足。我退出去吗？我们俩退一下吧，好不好？退一下，退一下，重新来一下。好绝望哟！哎，我又卡住了。看得见我这个桶不？看得见。哎，我的桶在哪？我看一眼。我的剑呢？啊，对。你的，你人呢？这里。哇，你这么远，你的桶在哪里啊？这里啊。哦，在地上。好。啊，可以不？离更远。哇，你这么远，那我要比你再我也要远一点。等一会儿。来呀！来嘛！幼稚鬼！来嘛！我可以，我准备好了。我投了，我失败了。那我来了。你来嘛。谁设计的游戏啊？哎呀，这还能是谁嘛？你太难了。银牌子。我也没进。我来了，我进了，耶！我
进了，我进了，我进了。你进了。我许第一个愿望哈。比你进一秒钱。好。我想想啊，我那个，我是陈小生啊，我希望那个，我希望我妈能对我好点儿，好吧？我希望肖夫人能对那个，能对娘娘好一点儿，不要做阴阳，不是，不要做个人，不是，就是做好人好一点，就做个好母亲，对吧？好，你来吧。不要做个人，什么呀？来吧，到你了。到谁了？你。到谁了？你。